兄，你觉得？好有戏哦。你觉得他实际年龄几岁？实际年龄啊？对，这位。没有礼貌了。24、25。24、25。小柔呢？我觉得应该26吧，差不多26。所以你多少岁？24。满24，差不多，真的很厉害。所以24是正介于一个可以迈向欧巴桑，也可以退回少女的这样子。没有24，其实说实话是老妹了。对，你最好跑到我胸前。我说的是事实，你要接受事实。你才是糟老头脸。我是，你最近弄一弄好不好？你不要吵，我觉得你们两个讲的都是事实。哎，甜甜啊，你来提拉旁边站一下好不好？正正。太正了！我跟你讲，我也是从这样子慢慢退化的，蛮进化啦。对，天哪！而且我要说一件事情，就是你，我是你的偶像。没有，不是，不是，觉得好蠢哦。但是我妈妈很喜欢甜甜，然后她就一直说你要向甜甜看齐，因为人家就是变瘦又变漂亮。对啊，然后我就说那我很丑吗？她说你当然丑。对啊。对，然后妈妈就讲这种话。你没有丑，你的眼睛还比甜甜更靠近一点呢。甜甜眼睛已经跨到耳朵那边。对，这是我的特色，你跟你妈讲一下。所以妈妈讲这个话是要跟你开玩笑吗？是有点啦，因为她觉得我们都是肉肉的女孩子，可是甜甜就可以就是变漂亮。我觉得这有心理过程，她为什么会拍出这么正面的自拍？她一定有经过实验，慢慢的她在自拍中找到一种安慰吧。真的。对，因为当很多人去点赞跟夸奖，不认识你，一直赞美你的时候，你就觉得，我讲这时候有。他会被苍蝇来了。苍蝇？为什么？苍蝇很识货。好像驱魔神探里面那个已经有人到地狱，我感觉很可怜的节目，好脏乱的节目。其实，冷静冷静，这太大只了，这哎打掉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，我觉得自拍的心理过程真的是大家因为自拍他们发表以后。被爱被称赞，他们其实得到安慰。对，你说放真实照片就是为了人家称赞他是一个有品格的人，而且我会觉得说，其实你没有那么丑，你干嘛把自己搞这么丑？也是想要获得。可是像文明兄这种内心就是在骂脏话的啊。可是那是因为他一路一定有经历过很多这样子的创伤，对创伤，他现在才会感触。所以文明哥那一系列的谈话也是会伤到你吗？不会啊，没关系，现在已经是 OK 了。还是不看人，连国伦老师都可以拍了，是吧？就是一个正面教材。我算是自拍界的最低标准。我跟你讲，郭伦没有提拉坚强的，不要再说。因为他觉得自己是脆弱。郭伦老师很帅，他很像那个。想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像谁？像谁？竹野内丰。谁啊？竹野内丰。日本人很帅。竹野内丰。你自己看他发照片，你要说竹野内丰。这张像董志成。我请自拍界达人像提拉这样来给你点指教好不好？就是这一张照片其实已经经过一些效果了，所以它旁边才会出现那些黑影。Normal 是 Normal 城市。对，那为什么已经懂得用这种效果了，却依然拍出一张自己惊慌失措的样子？我觉得是因为不够自信哎。我知道他想呈现什么感觉。其实你这个是在那个台式摄影棚后面更衣间拍的。对对对。那你他，因为他后面是有塞吗？因为你的光很漂亮，你是不是想要呈现好像不是自拍的表情？为什么你们要讨论一个我毫无意识下拍的？因为是你拿出来给我们看的，对吗？我以为是自拍，你就是很有自己的思想啊。没有，我觉得这有一点就是说，好像这世界怎么了？这样是你怎么了？哦，是鄙视这个世界之类的。还是说这手指怎么了？一直看。感觉是谁了解我这样子啊？了解，看不出来这个境界。可是你们在自拍的时候会觉得虎口这边会颤抖吗？有的时候是太远的话，还好。要先压着。哦，这张好一点，这张好。哪里？你说。就是有一点颓废感，就是这个有点 old school 的。可是那个时候是你比较胖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还不错啊。对，现在比较肉，而且那个他也用那个城市，这张还蛮硬。没有，有一点还不错，有一点复古的。这张是目前为止最好的。对啊，这张很好。没有，因为其实这个是我老实说，这是老花眼镜。
那我就把它戴着。我有一天我想说，那我从来没用眼镜自拍，我就照相，我就觉得说有一种徐志摩的 feel。有有有，眼睛要看哪里吗？我知道，这是我故意的啊。这是你故意的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自拍你当你这样拍，然后你的眼睛其实几度或者几度，其实都可以决定一张照片的氛围，它是不同情境的。我有实验过，这个角度是特别有实验的。这个情境是什么？徐志摩。哦，这个比较是比较，这个就有进步，这个才对啊，是型男呢，对，是耀阳哎，很帅。你称赞我最，你称赞我最高等级是张耀扬。对，所以他现在有几个技巧哦。首先呢，他角度比刚才要往上一点，对不对？对。第二个，他这是他第一次眼神看向了镜头。对，还有重点。然后第三个就是他有皱眉头，有一点表正确的表情。还有一个，让我补充，他走出来了，因为是在飞机上，不在他家了。哦，出门了。对，他走出来了。OK， 然后他又用那个取景的时候把脸割掉，对，封掉一半，会变很瘦，对，光线相当明显，对，光线对比。然后他又有再修过吧？我这个还好，这个没有什么修，这还蛮性格，没有用效果，没有用效果。等一下，我没有看到一张惊人的照片。你这个是在玩视讯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这是我平常随身的镜子了。国伦，你斗鸡眼哎，斗鸡加大鼻孔，而且鼻孔好大。对啊，这张也是暴露缺点。你真的今天是要我们攻击你吗？没错，没有啦。其实我在想说，自拍不一定要用手机，我可不可以透过镜子来看自己？所以我就拍镜子里面的自己，这也是一种自拍啊。这是算自恋的一个很高境界。那你就应该把自己拍帅啊。其实没有，我没有要拍帅。其实我跟各位讲好不好？我跟各位报告，各位自拍达人，是你要自拍有两种真实，一种是拍一直拍自己，对，然后发表，对，这种人才叫自恋。我从来不发表的，我现在在发表中啊。对啊，而且不好意思，有在彩在彩排吗？而且你们黑板上面每个人只有你是15张哎，我们都才15张。不是我的发表，就是我不会随便把它放在微博或是什么无名，就每天都放上去。对，不好意思放上去吗？这个连眼泡都出来了。对啊，你这个是想要这也是毒品过后的。因为我有拿这张给我助理看，他说有点像反丁龙屎，是不是？什么反丁？有名字叫做神恩充满，我懂啊，因为上面有一个。其实我看这张是我在那个化妆室，就是那个我在换衣服 H&M 的更衣室里面，然后那个灯很亮，然后我就拿起来自拍。你去人家更衣室里面？我没有在更衣室拍过这样。你在更衣室拍神恩的照片？光下来，然后我这样拍，然后有一点蒙，都感觉好像一个，好像那个神恩照的感觉。你连照片的名称都取好，那你要在哪里公布你这个名称？对啊，我给我老婆看这一张，他有摆。哦，你是 rocker 的吗？这不错啊。其实这是我找到一个新的自拍的方法。其实你知道我怎么拍的吗？这是我是放用胶地啊。我是这样拍的。你真的蛮自信。你 rocker 来一身一只脚趾出去。因为你知道我在2000年出过一张专辑叫《挣扎》，那个摄影师就有拍一个这样角度，可是我又不好意思找人，就说你帮我拍一个 rock， 我老婆也不愿意这样。我在想我要怎么拍这个，我两手都要做的话，我就想到我一个可以用脚啊，很感人。哇塞，他没有才华，你第一名，多想真的我无言吗？真的第一名，你很懂得开拓各种。没有，我是觉得如果你可以。所及都可以这样拍啊，你其实可以拍很远的东西啊。你有老了也不用怕啊，你自己可以活得很好。你连自拍都可以用脚了，你人生没在怕任何事。我们现在不要管你可以自拍的话，你会拍一张什么？我可能会拍一张自拍，然后后面有两个很小的电视跟康佑。是，要鄙视我？对啊，你上面标题是小人吗？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我不会想在这边自拍的啊，因为这边很尴尬。你就去那边拍，然后把我们俩弄很小啊，去那边。去哪边？去那边很远的地方啊，然后就你就拍一张自拍给我们看嘛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的是张景兰小姐的照片哈。来，景兰，你带来的是你发表过的吧？对。所以，
这是工作照，林芝草人那个。我要诠释一个艺伎。什么？就是我的角色是一个艺伎，然后有个长长的 runway， 我要在这条 runway 摆3个艺伎的 pose。哎呦喂！贾演员好可爱哦。这个也是一个广告。这个美女不太喜欢把自己拍漂亮吗？对，我喜欢拍美女就拐，看不出来是你。对，而且很多美女是不放头像，可是这个照片至少确定说 OK 啊，可以借我看吗？自信，可以来。小人，又是一张被剪下的小人，好笑，还是一样的表情。这有显现出来康熙是小人这件事啊？有啊，没有啦。而且在肩膀上的小人，我跟你讲，这一张的真的意思是什么？康永 S 是我出道背后的那一双背后灵哦，对啦，所以是硬着头皮编上这个故事。赵甜甜自拍功力超强，陈文明语出惊人，我是你，谢谢。去红沙发上躺这个姿势，我看看，然后重现一下你当时拍的动作，好不好？你需要橘子吗？不要。你可以再拍一张。好了，拍了吗？你的右手刻意把衣领拉低吗？哎，你动作很快。而且你看我多厉害，你们瞧一下。